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这个前几天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就是5月16号著名的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先生在纽约去世，享年呢是102岁。我是看那个头条里边呢就看到了这个新闻，是吧？然后后来我就说，哇，明天肯定朋友圈的一堆哀悼贝聿铭的啊，但是好像是有啊，但是没有以前那个什么金庸啊，什么霍金呢，没有哀悼他们的李敖，是吧？没有这几个厉害。贝聿铭啊，一生的代表作特别多啊。你比如说，在北京的这个朋友应该最熟悉的就是北京的香山饭店啊。我也只是听说过这地儿，我没住过啊。因为这个我在北京我犯不着住饭店啊，我要在北京住饭店那就有问题了，是吧？所以就是这个香山饭店啊，这是这个贝聿铭先生设计的。然后呢，大家最熟的就应该是巴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啊。另外中国还有你比如说像苏州的博物馆，是吧？香港中银大厦，是吧？基本上呢都成了当地的这个地标性建筑。建筑这东西呢是打有人类开始就有了。你比如说，你就说这个窝棚里边，是吧？地洞里边你不也得搭点窝棚啥的吗？是吧？那么历史上呢，很多帝王都把这个建筑当作是让自己名垂青史的东西你比如一说古埃及有金字塔，一说中国有长城故宫，是吧？一说英国有这个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有这他这个议会大厦，是吧？法国有凯旋门，是吧？德国有勃兰登堡门你像欧洲的那些个，美国有国会大厦，有白宫你像就是特别是欧洲那些国家，他那些大教堂啊、宫殿啊、城堡啊，都是号称叫什么呢？就是这个凝固的史诗，是吧？这个建筑在石头上的这个史诗，是吧？所以这个建筑啊，也确实是记录人类历史最重要的方式。很多人甚至觉得它是最重要的方式，是吧？或者说是最靠谱的方式，这个比 U 盘强多了。探索频道呢有一个纪录片叫《人类消失后的世界》说的就是呢，如果某一天全世界的人类突然都消失了，那么世界会怎么样比如说过多少年房子就都塌了，城市呢就慢慢变回森林了，等等等等像这个旧金山的这个金门大桥，其实每天都有人不间断的给它刷漆一遍又一遍，就是为了防止生锈。一旦没有人刷漆呢，多少年之后它也就朽烂掉了，也就塌了几万年后人类最后一点印记恐怕就是美国的胡佛大坝因为胡佛大坝呢是建在坚固的花岗岩基底上，本身呢又都是混凝土的所以成了人类存在过的最后一点痕迹那么它也早晚有一天会完蛋。另外呢，关于这个建筑呢，我有一点想说的就是建筑啊跟艺术品一样可能所有的经典名作它都不是被这个时代的人所能理解的，是超越时代的所以也经常是充满争议的你比如说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在刚建成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你这不是破坏古迹吗？这跟那个到此游也差不多你怎么能在卢浮宫里边庭院里边建这样的东西现代化的这种东西跟古老的这个卢浮宫一点都不搭。但是现在呢，大家看着看着怎么样，是吧？也觉得这太美了这太美了甚至卢浮宫自己的宣传照都是夜景，那大玻璃金字塔远处是卢浮宫，是吧？可能它的知名度甚至都超过了卢浮宫本身，是吧？你卢浮宫你照不全，这金字塔能照全了，是吧？甚至到这个程度再有你比如说埃菲尔铁塔埃菲尔铁塔刚在巴黎建起来的时候，好家伙，快把人骂疯了，是吧？巴黎有一个，就大家都知道法国一个著名的大作家叫左拉左拉就恨这个铁塔恨得不行，是吧？结果有一次呢，被记者发现他在这个埃菲尔铁塔的餐厅里吃饭，是吧？然后这记者就很惊讶，就问他说，你不是最烦这个铁塔吗？你怎么跟这儿吃饭？左拉说，因为在这儿我就看不到这个铁塔这是整个巴黎唯一我能看不到这个铁塔的地方，所以我顿顿跟这儿吃，是吧？别人我都能看见，就这我看不见，我太烦这个东西了。但是今天你看 98% 的人说起巴黎的地标，是吧？第一个都说铁塔，然后巴黎你知道什么？知道铁塔，是吧？这当然也有人说知道 LV 是另说的这一般来说就建筑建筑你知道什么知道铁塔，是吧？这个而不是说我知道凯旋门，知道卢浮宫，是吧？所以真正的大师，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贝聿铭先生这样的大师，他们的作品往往不是
顺应时代，而是引领时代，引领新的审美啊。所以大师从来不惧怕这个争论啊，经典的东西到什么时代都是经典啊。当然不是说什么建筑奇葩都是经典啊，不是说这个意思，是吧？你靠着这个建筑奇葩建筑，就神丑的建筑，你是成不了大师的。当然这神丑的建筑往往能成为网红啊，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丑而名垂青史啊。你比如说赵州桥在人类桥梁史上是有一笔的，当然西直门立交桥也有一笔，